在家这么久了，待得很无聊了。今天带奶奶、丈母娘还有老丈人呢、一起出去玩一天。原本我跟茵茵打算等猪仔六个月之后就去一场旅游的，没想到现在又怀了二胎。你也夸张了吧，太重了逼的。你能背得动吗你啊？进来六个人买四张票，我儿子跟奶奶是免票，老丈人跟丈母娘是半票，我跟茵茵是全票。背不动了，把它开了。看完仙人洞，我们就开始下山了。几位老人都已经很累了，回去太晚了，不想做饭，只能放假回去了。